是的，传闻了24小时的消息，终于让火箭官宣了。休斯顿火箭队刚刚在官方社交媒体今天宣布，球队已经正式裁掉了后卫 RJ 亨特。相信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垃圾时间，死活不给周琦传球。详细见新闻配图。火箭在社交媒体约引了火箭总经理莫雷的话，火箭已放弃后卫 RJ 亨特，也就是说亨特滚蛋吧。有调皮的球迷随后在社交媒体留言说道，叫你不传球周琦，叫你不传球。在三年前的28号秀，在今年初与火箭队签下了一份双向合同，这位猎人一共出场5次，场均9分钟，能拿到 3.8 分和一个篮板球。而在加盟火箭之前，他曾效力于绿军和公牛。亨特的表现机会仍然寥寥，关键还惹上了大魔王周琦，这是火箭伟大的决定，符合社会主义发展的需求。各位球迷，你们怎么看？欢迎给我们留言。